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欢迎收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到剧团排练的现场。新闻是由一群学校的志工所组成，因透过演戏剧的方式，将正确观念传递到校园甲家庭。今天就要来欣赏遮天大圣剧团精彩演出。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嘉义市家长协会所成立的遮天大圣剧团。剧团的成员非常用心的演出，到各个学校巡回，甚至活动邀约的不断，更是有公部门单位的三道连结，将剧团的效用发挥到极限。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也是来自嘉义市无同学校的志工团团长，借由剧团凝聚大家力量，为儿童的教育付出心力，传达着团员勇于尝试面对无同的挑战。这集的节目就要继续来了解各个团员因的感受，也可能看到因是如何充实人生，努力伫咧学习这个领域。教育有时候你用讲的，好，跟用演的出来所呈现那个结果是不一样。我都叫他们一定要融入剧本。融入剧本，你随时可以，你也可以当幕前，也可以当幕后，一定要台上台下你都可以。好，我都会跟他们说，来到这里，你没有永远的幕后，你一定要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家的演出那个自信。啊，真的好几位都是这样激发上来的，啊，但是也都演得很棒，他们也很感动，他们也很感谢说这个团体可以让他们就是有另一个抒压的地方，抒压。每一场活动的演出总是吸引真济大朋友、小朋友做伙来观赏，增加更济亲子互动，也让大家在观赏演出的同时，得到更济正确观念甲生活习惯的调整，加深囡仔对公共议题的印象。这场结合公部门活动的宣导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唤起大家对视力保健议题的重视。囡仔的成长过程当中，大人给因正确的观念非常重要。团员也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增加更多跟现场观众的互动机会。之前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平常我只是就是做志工，那可能就是值班的部分，然后有时候呢上台讲故事。DRC 我们总监鼓励我从幕后走到目前。当初我要接下这个欢妈这个角色，因为她有蛮多的内心戏，剧里面还有哭戏。我回家的时候一直在想说，那这个哭戏我要怎么去揣摩它？发现这个剧本其实有很多的内心戏，那我就把平常我在家里看电视、看电影，然后看到演员之间他们的一些互动，我就认真去揣摩、去想象。我唯一就是要把自己融入这个剧，你把自己当作你就是欢妈这个角色，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你要站上台。我真的勇敢的接下了这一个角色，然后把欢妈这个角色演活了。从幕后走到幕前，肯定我自己，我终于可以做到。你们还没有从幕后走到幕前，大家可以肯定自己，因为他常常告诉我们幕后，虽然你们没办法光鲜亮丽的在台前，但是虽然我们只是幕后的伙伴，但是在一出戏里面，不管是你幕前或者是幕后，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们幕后的所有伙伴，真的是大家团结一条心。只要是戏开演，每一个人都是战战兢兢。如果说人不够，大家互相抚慰，我觉得真的是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棒。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在戏剧的演出是占非常重要的位置。直到表演现场的戏剧开始，自头无用到尾，就是幕后人员。总监也要求大家拢爱清楚每一个人的位置工作，甚至由幕后转正到幕前，是爱有真大的勇气。其实我以前是故事妈妈，我很喜欢讲故事给孩子听。
我在我儿子他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上台演出给孩子看，就是我以前是崇文国小的志工妈妈，我现在也是志工妈妈，但是我是故事妈妈里面，我们会自己做道具，然后每个礼拜二，我们一个月，我们一学期有三出戏，然后每个礼拜二都会请老师带孩子去，我们就粉墨登场，亲自粉墨登场。那因为喜欢讲故事，就会把它演出来让孩子互动。我觉得我喜欢让我孩子以透由故事去学习到东西，因为国小生毕竟是我儿子在那边，我觉得那是一个熟悉度。那团联会这个地方是来自各个学校的团长，其实我们也没有很熟悉，除非有活动大家才会在一起。那其实我觉得我进来剧团是认识最多的志工妈妈，最多的团长在这里，其实我们把自己拿掉了，学习到很多。是以前我们总会把自己先包住，说我会猜想这个团长可能不太好相处，这个人可能会各个学校，因为每个学校的风气不同嘛，就会这样子。可是你来到这个团体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设定是我来做幕后，因为我也没有那个胆站上去。可是后来的机会就是你慢慢练，慢慢练，慢慢练，从你怎么把肢体放开，从你怎么透由声音去吸引人，或者是这个故事怎么去引导，让孩子能够吸收。慢慢的，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有成长，孩子也有成长，这就是一个相互都有成长、互利的，还不错啦。因为非常喜欢讲故事，也喜欢让自己的孩子透过讲故事学习吸收到知识，把这款的教育演给更多孩子看，剧团的理念和团员更多的学习和挑战，也感动自己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增进。团员靠着戏剧的演出贡献自己的力量，点点的为教育付出，这心意也让家己饲的孩子在充满幸福和快乐的氛围当中学习。我是蜘蛛精小青，我是很漂亮的蜘蛛精哦。那我刚接到这个蜘蛛精的角色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总是会看电视，那我就去揣摩蜘蛛精要如何诱惑，那种感觉就是要妖媚嘛，所以就是让自己的声音嗲一点，就是塞奶一点，就是这样子。像我的孩子。他们会说：“妈妈，你很厉害，你从就是一个素人，都不会演戏。那当然，以前我们都是进学校做宣导讲天文，就是很正经八百的感觉。那孩子们会觉得说，他们有来看，那他们就说：妈妈，你怎么有办法把那个蜘蛛精演出来？然后呢，还画的像我有孙子了。那我的孙子现在是小学一年级，他也说。”阿嬷，你是蜘蛛精呢？然后我说对呀，我是蜘蛛精，我就会这样子跟他玩。对，那感觉他们给我的鼓励很多。那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也觉得我受益很多，让我成长很多。对，团员的成长和家人肯定，这是非常大的鼓励。来到剧团发挥潜力，要团员是加以演出。将兴趣结合戏剧，即竟会当发挥潜力，也透过专业的老师课程教导，将演技发挥到更大。其实我两出都演那个小兔子，哎，对，因为这一场齐天大圣我是比较后来才加入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有一些比较从幕后开始做啊，然后再进阶到目前这样子。那我自己是本身就对。演出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总监在招募的时候啊，我就是觉得很棒，可以把自己的兴趣跟工艺一起结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就来参加了。剧团有一些就是成长的课程啊，或是有请老师来教我们做一些肢体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很棒的就是第一就是自己的演出可以更大方，然后肢体动作更丰富，然后而且我觉得演技有精进啊，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互相，然后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志工的模式，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我们通常会先以工作安排嘛，那有时间才来参与，那有时候金价美都后大家其实团员都会互相帮忙，那或者是有时候刚好
你的部分可能有一点漏失掉，他们也会互相提醒，所以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戏剧的演出再加上有一群有同款理念的团员，做伙努力，做伙互相鼓励成长，让人生变得更多彩多姿。快乐的学习，让团员一个比一个少年。真侪团员也拢是剧团从开始成立就参与，一路下来的革命情感，大家感情愈来愈紧密。我是从成立的时候就进这个剧团，刚开始是有点期待。但是从来没有尝试过，会紧张。那你进到这个剧团之后，后来就总监、部监这样子带着我们去练习，不断的练习。那自己就觉得，自己慢慢一直在成长，更多彩多姿。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出席的时候，就随时都会有可以替代你的。团员互相保卫，唔惊戏剧空咧无人接替。看到团员伫舞台顶展现的自信，以及专业的演出，予咱不得不佩服遮个努力的成果。这也予完全拢无接触过演戏的团员，透过不断的学习，予家己更有自信的站上舞台，也予家人共同见证了成长。增加亲子之间的话题，活络了家庭的气氛。我觉得成长很多，因为啊，从没有接触到这个戏剧之后，我们一直排练，我觉得原本是很没胆的，结果经过排练之后，我觉得找回了自信，我觉得还很开心，生活也过得很充实。他们回去的时候都会问说：“妈妈，你又演什么了？”啊，所以就是都会很蛮关心的，所以亲子互动也变得很好，就会有话题可以聊这样。甲生活过得充实快乐，是团员来到剧团的价值，也会当看到大家做伙辛苦的过程。愿意为家己的成长努力是真无简单，转变也成就了更令人佩服的人生。这份美好的关系来自于大家共同使命，每一个角色拢有各自的特色，每一个位置拢真重要。伫咧练习的过程，角色的互动也是非常欢喜的学习。担任副监的工作，顾一下说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的肢体啊，或者是一些像声音啊，我比较是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担任固定的角色。但是如果说有伙伴有事情的话，其实我就是那个救火队就对了。当初我们剧团成立的时候，其实没想到会走得这么的远，这么的好吧。我们常常听到哈，就说有愿就有力，那有力呢，就可以走得很远，对不对？然后有力就能行，然后我们有行呢，就一定会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团队是非常棒，然后相信会越走越好，而且我觉得我们都很努力在把自己变得更专业。团员自己定定自己的目标，努力的去精进自己的实力，再认真的去实现，就由戏剧的剧情搭配融入剧情的情景发挥，来到剧团都会当把潜意识里底家己加激发出来。当有困难的时阵，团员互相扶持帮忙，在舞台顶展现演技的专业。这点看到台下的观众这么多，欢迎这么热烈，都会当知影台顶的角色、肢体动作、展现的心情、自信，感受到大家的合作团结。很高兴说大家就是。一心都是为了剧团，像我在林森国小、蓝潭国中跟家中都有就是担任志工，然后我们都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星期二星期四我们就尽量会排开，因为星期二跟星期四是我们剧团就是团练的时间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向心力真的很强，就是大家都会一心说就是二跟四我都不能再接其他的工作，我们这边会有要练习这样子。对，就是
就是要让我们成长。然后我觉得说，我们以前真的觉得好像电视上看人家演戏很简单，就是真正到自己演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然后总监他比较有那个经验嘛，他就会教我们说，啊，你这个地方啊要怎么演，然后你的语气，或是说，哎，你的身段。你看，像我当初就是演蜘蛛精小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我们的肢体动作没有那么柔软，不知道说，哎，我们哪里比较就是不足的，他就来教我们这样，哎呀，然后自己真的觉得说学到很多。团员的学习成长、戏剧演出、站上舞台、进入甲大咖互动，看到大家做伙同乐、欢乐的气氛，在这当中获得更大的成果回应。大家做伙努力，迄、那个过程的氛围，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气氛情感更是紧密的连接做伙。无分你我，分享付出，身边总是有人愿意帮忙，都唔惊跌倒。再加上大家观众和团员的一个掌声，在这感动的时刻，相信团员的辛苦拢记得啦。这也和一直陪伴在身躯边的总监非常的感动和骄傲。因为我在志工已经20多年了。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一群伙伴们真的是就像家人一样，然后有很多剧团的贵人，当下就是我们嘉义市家长协会的所有的理监事们，还有每一届的理事长，真的给立会很大的就是鼓励还有支持，他是我们背后就是背后最有力的哈，就是我们的那个肩膀，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也是很努力，很努力要把它做到最好，然后也是为教育，就是一起大家拼的。每一次大家的聚会，哦，除了说彩排，然后更多的是大家的互相关心，哦，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说他们也很珍惜这个在这里的每一位人，哎，每一位伙伴。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次的进步，认真的排练就是为了上台展现，在旁边指导陪伴总监总是严厉带着鼓励，齐天大圣剧团在教育界的付出，透过一次一次演出，让我们看到丰富的成果，也得到各界的肯定，慢慢的越来越多的配合活动。嘉义市家长协会是伫政府甲学校之间的沟通平台，伫剧团更是看到家长用另一种方式为囡仔付出，这款的发想呈现经济连结，超出预期的效果。这几年落来，也和团员更积极的参与演出，甚至也会当为活动的主轴来搭配剧情的编排，更是别出心裁的展现。我们剧团也有跟像警察局啊，像之前的反跟骚啊，妇幼队的反跟骚，然后还有警察局的一些活动协助拍摄，我们剧团也都不遗余力。然后还有到就是市政府的活动，我们也都是会就是有时候去开场，哎呀，就是每一个地方，我们也有到就是一些机构，哦，然后就是去带给那个现场，就是去做公益，然后让在场的阿伯阿姆，然后让他们开心。就是我们有去做公益这样子，对啊，就是这都是我都跟他们说，这是无形中的福报。剧团共同的信念回馈和社会和教育，不求回报的付出，也让我们看到大家欢喜的成长，带来更多现场活动，跟观众更近距离的接触，伊呢也吸收到正确的知识，看到真侪团员本来真避俗的个性，会当安尼伫这么侪观众面前，甲大家自在应对，真正是非常大的进步。平凡的家庭主妇走出家门，予大家会当有展现自我的机会。这几天也跟政府单位结合，到校园内底巡回演出和宣导活动，加一点啊活泼加趣味，达到加倍效果。我们希望说，透过政府方，然后跟家协啊，还有学校，那串起这样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网络，来推动预防犯罪宣导。
那其实大家在准备资料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家协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呢了解现在儿少性剥削的一些案件的形态，那他们也从中学习，那也可以把这个资讯呢带回去给家里的小朋友们知道，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学校的师生们呢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志工团呢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志工，那他们也都是全心热心的奉献，那我们警方呢有这些志工团的帮忙呢，让我们能够更全心的来做这一块的工作，那大家彼此合作的默契非常好，对，那我相信未来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在共同的合作。将这一的精灵宣导结合剧团的演出，真正是增添了真侪趣味性，包括了小朋友对警政机关的严肃，用更亲近的方式来宣导。随着政府宣导的多样甲趣味性，吸引大家一旦加注意自身环境甲安全。影片的拍片甲校园巡回，拢会当看到政府对宣导的用心甲积极，就此达到引起社会关注的效果，也会当让身为父母的团员学习到经济相关的知识。有关社会上常常发生的议题，将正确观念和处理方式向下扎根，也希望这款的合作方式会当创造出更丰富的成果，得到经济肯定和认同。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出剧在演出了，一个是视力保健，一个是西雅西儿童权利公约，区的孩子真的很，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很幸福。我们到每一所学校去巡回，然后他们像剧团里面伙伴们，他们得到最大的收获是，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去，有时候遇到孩子，孩子还会叫出他的角色的名字，然后还会过来跟他寒暄。所以说还有演完之后，然后伙伴们收到孩子当下画他在里面的角色给他们，哦，那真的是，那我们也是再来，还会后续还会有好几所学校，我们有这个有三年计划，好，所以说也很开心，也很开心，我们有这一群那么热心的志工伙伴，愿意跟着剧团一起成长。中学的一个掌声和团员经魅力的演出，这就是站在台顶满满的感动。一届一届跟大家同路的过程，将是团员永远难忘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为校园带来欢乐和教育意义。尤其情景上的设计，拢有可能是跟家己生活上相关的代志。经打进观众的日常，当有类似的情节在台顶演出，也会当让观众思考，当遇到这款的情景的解决方法，也不得靠是身躯边的朋友、亲人，拢会当分享正确的资讯，让因知影。深刻的印象也在小小的心灵当中种下更有意义的种子，让苏心度过了愉快时刻。嘉义市家长协会齐天大圣剧团相信，在团员的努力学习之下，大家团结的成果会有愈来愈多肯定，也希望让大家会当透过戏剧了解相关的社会议题，剧团下一的回响会一直会延续落去。无私奉献的志工团结做伙完成戏剧的演出，在舞台顶展现另一面的天才，让咱看到因的认真甲用心。精心准备的戏码感动了台下的观众，感谢有恁为教育、为社会的付出，也希望齐天大圣剧团会当继续在舞台顶发光发热。这部进行到这，就要告一段落咯。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你的收看，在社会各角落，还有真侪感动，等台咱做伙去发光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咱下一次再会咯，拜拜。